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我最近呢，开心频道啦。那新频道的内容呢，是希望能够为喜欢汉语、喜欢中华文化的朋友呢，提供一系列学习中文、学习汉语的视频。那如果大家的身边呢，有想要学习中文、学习汉语的朋友呢，欢迎大家把我的频道呢，推荐给你的朋友们。那新频道的链接呢，我会放在下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